Hello，大家好，又到了这个每个礼拜的直播时间哦，真的很开心，又可以跟大家互动。这个这礼拜哈，不是这礼拜，明仔载哈，大家有看到咱这个图哈，就是要举办到咱南投的义民节，南投义民节在明天9月9号下午4点半，在我们的会展中心哦，就是这个南投灯会的现场开始举办，所以在此处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哈。一定伫明仔载下昼，4点半到8点半，尤其吼、哦，咱有三台的电视吼、哦，会伫现场抽奖摸彩，送予大家，来欢迎咱所有好朋友吼、哦，伫明仔载下晡4点半吼、哦、到8点半，这个中间吼、哦、来参加咱的南投义民节，南投义民节，我们现场也准备了将近1000碗的意面吼、哦，供大家来品尝，然后还有好吃好玩的摊位，也欢迎大家吼、哦，欢迎大家吼、哦，这些大人带囡仔。大朋友带小朋友哈，一起来参加，一定值回票价。当然，那么有够上重要哈，大家嘛真期待。我是意面王的比赛，但是再次讲啊，我是意面王不是比大胃王哈，而是要让大家知道谁对南投意面哦最了解。我们第一名呢有1500块的奖金，我们有总共有3组，欢迎大家哦一起共同来参加。另外哈，今日嘛要甲大家报告哈，咱这回哈，咱的南投市公有零售市场啊，咱南投市公所的菜市啊市场，甲着咱中兴新村的第一市场，争取着哈，咱今年度传统美市场哦，传统的市场美学升级，够咱的摊贩优化的专案，咱总共哈，争取着500多万的经费哈。在咱今年的期间吼，特别来集贤哦，咱的咱南投的菜市啊吼，会使愈来愈环境愈来愈好，咱的摊贩吼嘛做愈做愈好，连咪吼详细情形嘛甲大家报告。过来吼，大家最近大家咱南投市吼，敢今日啥今日啊？昨袂记哩啊？在咱南投上重要的一项大代志，就是路边停车收费吼。啊嘛上报纸，啊咱真侪咱民众的好朋友，大家嘛在讨论，我出去参加活动，拄着我，大家嘛在甲我问这件代志哦，所以咱这边嘛详细甲大家讲。啊，今日我来看大家留言吼、哦，来感谢大家。等一下哦，我来看这里，我来看一下留言，我们的好朋友大家都非常期待每个礼拜的。这个我好像太慢讲了。好，我们林美运蔡玉明，我们的会长哈、哦，好，感谢大家，还有秋松、易晨、云云、陈秀清、许明潭、林雨生，感谢前辈的鼓励哈、哦，感谢，还有我们的张焕昌，感谢大家，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哈、哦。所以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咱的南投义民节哈，2023年南投义民节就在明天即将展开。欢迎大家哈，这个4点半到我们的会展中心，就是也是我们那个南投灯会的所在地啊。我今天经过的时候已经看到帐篷搭起来了，非常期待明天到来哈。当然还有那个我们那个首长哈，主意面的意面拍卖的那个金额，我们也会全数捐给我们南投的家福中心哦。也邀请大家一起共同来参加。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今天要第一个跟大家分享哦，关于这个菜市场这个美学升级，还有摊贩优化的这个辅导计划哈。但大家这个在画面中，大家看到是我们南投市公有零售市场哦，南投企业菜市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哈，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当然我们除了做这个美学优化，原本我们就有以既定的行程，我们已经要做这个菜市场的耐震补强的工程。我们也争取了将近快500万的经费哈，都可以想办法让我们的南投市的这个公有零售市场可以优化。那照片中呢，大家就看到我们中央委托的这个设计公司哈，来第一次来敞勘，来了解我们南投市的地方。那也有我亲自带领我们这个厂商哈，来跟大家报告说我们目前的情况，然后也希望他们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未来我们也希望除了我们这个经费争取到哈，然后我们公所也会持续来投入相关的这个资源，让我们的这个菜市场可以越来越好。当然，我也希望这个目标了哈，当然最大的目标还是希望
有更多的民众和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菜市场里面来做选购，所以我们也希望积极再来辅导或者增加更多不管这个我们常常会去菜看到外县市哦，可以去菜市场寻找这个美食哦。我们目前菜市场里面哦，我记得好像有一摊卖霸王的，好像还有卖吃的。大部分都是卖那个新鲜的，不管猪肉啊、鸡肉啊，这个鱼啊，或者是这个肉松铺店啊，然后这个或者是佐料店，好，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菜市场啊，当然还有这个中药店啊，我们希望有更多元的这个摊位来呈现在我们菜市场。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也才刚去拍摄哈，近期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个南投市中心新村哈，这个第一市场。我们今天拍的是一个那个麻辣飘香，我由我们这个四川来的姐妹哈，她来到南投，跟她先生在南投定居之后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哈，然后做出这个真是传统的这个四川麻辣卤味哈。这个我们应该说我今天也吃得非常开心，我也非常期待这个影片哦，可以很快来跟大家见面。当然这个我们上次有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我们有拍过那个利友咖啡哈，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然后尤其上一次我品尝了其中一项这个单品咖啡哈，这个我真的是也不能说笑称，就是号称哈，这个后来我跟很多朋友分享哦，就是这个没有咖啡味的咖啡哦，喝起来真的就像果汁哦，真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咖啡。但是呢，我就被我朋友笑，他说没有咖啡味，那为什么要喝咖啡？好，但是呢还是很特别哈。这个我们影片应该最近也会上哦，所以可以让大家这个期待。那这个是我们也在现场哦，跟我们的设计单位还有我们那个消费合作社的那个简总经理哦，一起共同来讨论。所以他们也针对我们地市场的整体环境的这个美学提升，还有这个摊位的优化哦，一起共同来讨论。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这个更好的一个菜市场哦。所以这个未来我也会鼓励更多的摊位哈来参加这个评选哦，像这一次的这个评选计划，每个摊位它可以获得200,000的这个补助哈。那当然未来我们会期待更多摊位加入这个申请的行列，或者是参加比赛哈。我们希望透过比赛哈，让我们自己更好，然后也可以互相学习到别人的优点。所以这部分呢，我们也会一起来努力哈。好，刚杜安吼讲一个新花语吼，讲一直讲国语吼。即摆我惊重播的时阵吼，真侪咱的阿公阿嬷吼，我今日去咱的永兴社区吼，咱的社区的干部吼，伊嘛看到我就甲我讲，我逐工拢看你的电视呢吼。所以就是我们除了逐工的这个新闻，啊，搁咱的这个直播影片，也是讲咱去店里吼采访，等等真侪影片吼，拢会除了伫这个网络咱的脸书直播以外，脸书发播放以外哈，我们也会在第四台哈，这广告这里哈，在咱的第四台，在咱南投哈，第四台的第四频道、第四的频道哈，甲84台，拢会使看到咱。一天我会给你播，做三届哈，一届做半点钟哦，大家会使共同来期待。好，我搁甲咱的好朋友拍一下招呼嘞哈，好。哦，现在留言非常多，感谢大家。好，哎，好多哦。好，这个我们张访庭高维进他说，我们市区的红线停车有拖吊车处理吗？说得很好。目前呢，我们那个我也有请县政府哦，积极来规划我们距离南投市比较近的这个拖吊厂了哈，因为目前我记得没错的话，现在拖吊厂是在我们草屯的那个中投的桥下了哈。如果你不小心被拖掉了之后，你可能要跑很远，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积极来规划在南投市的附近哈，或者南投市里面就有一个拖吊的这个停车场啊。但是目前应该还是主要以开单为主了哈。好，然后我们的立明峰、陈云云、张淑玲、邱松义刚才打过招呼，李柔妍，还有 Candy 李，大家好，还有王文龙，对，希望明天不要下雨。我们的文龙哦，明天也是参加我们意面节的主要店家之一哦。好，李泰林，明天欢喜吃意面，期望市民欢喜跟
市长开心相见。对，大家明天9月9号大家不见不散。好，我们的刘专通南投意面好吃，对，非常好吃哦，所以明天大家一定要来参加。我们有准备1000碗的这个意面哦，提供给大家免费品尝。还有我们的俊杰，还有威，王成敏吗？王吉明。好，他说几点到几点音乐会哈？对，我们明天从下午4点半开始到一直到晚上8点半，我们音乐会会穿插哈，就是这个活动当中会穿插节目，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可以4点半就来哈，一直待到8点半，而且最后我们还有精彩的这个摸彩哈，好，提供给大家。蔡运琪，明天早上见，走下午去吃意面，真好。对，明天早上8点在我们的中心新村举办这个万人健走哈，9月9号国民体育日举办万人健走，也欢迎大家哦。这个早上8点在中心新村不见不散了，尤其中心村哈，我们这万人健走的奖品更好，我记得没错啊，有6台的这个机车哈，所以不用报名，现场参加就可以哈。欢迎大家明天也可以健走完，下午4点半就到我们的会展中心来参加我们的南投意面节。好，李轩颖、刘诗婷，现在有摊贩吗？现在有摊贩？现在？他是问现在，是问哪里？我们下午呢，在我们的市公所哈，五这个摊贩环岛哈，最后一站回到南投，但是这个傍晚的时候下大雨，人潮比较少，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在我们市公所前面再来举办这个摊商的大会师。好，然后明天还会有，好，我们感谢我们张大哥，然后还有我们的邱松义、林豆豆、杨林如，我们的里长夫人张访婷、周平子、杨君君，他说南投意面好吃，对，大家一定要来吃，然后最好每个人都来报名南投意面，我是意面王的比赛齁。好，然后这个还有谁呢？吃早间，对，明天好日子，意面节活动圆满成功，感谢郑廷芳，还有刘启吉、许玉满，感谢大家，要拜托大家帮我们分享一下齁。好，陈建荣晚上开播很辛苦，对，但是我们为了要配合所有的朋友的作息习惯，因为可能现在高点，可能大家都已经回来在家里在休困，可以手机拿出来好好看我们的直播了。好，曾金榜，感谢我们里长，这个正确的市政永远支持，感谢大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一起来讨论更多的市政。在这里又再次出广告一下，每礼拜三下到3点半到5点，我都在公所一楼等大家，我们的市民时间，欢迎大家来参加，也可以想要遇到我吼，跟我当面跟我讲的吼，都可以利用每礼拜的拜三的时间啦吼。好，曾小琪，还有吴聪杰，这个庄佩君，感谢吴丽萍，我们丽萍姐哦，见面会，对，面面俱到，好，很好，谢谢我们张大哥吼，全力支持我，感谢。我们许慧琪，好久不见。还有秋霜一，他说是哪个时候？明天下午4点半到8点半，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停车格，希望停车格收费可以改善停车问题，对，一定可以改善，但是我们还是会滚动式的来调整哦。希望带给市民朋友，还有我们所有来到我们南投市旅游的好朋友，都有一个全新的感受。还有刘思婷，他说期盼明天好天气，对，我也跟大家一样哦。林淑玲，他说这个市容越来越好，感谢。好，这个我们也持续努力中哦，路边的杂草啊，定期除草，还有扫地，我们的公所的同仁哦，我们大家都非常认真，还有我们有外包的厂商也非常的努力来协助。好，我们军舰他说明天意面节准时到，好，大家不见不散。 Candy Lee 说意面很好吃，太好了，感谢大家。还我们的赖丽华、萧慧英，感谢你们。许慧琴他说苗栗吃得到吗？我们啊，对，说到苗栗吃得到吗，我们因为有很多好朋友，他可能不一定有机会来到南投市吃意面哦，所以明天呢在这里也先透露一下，明天呢我们会推出南投的意面伴手礼哦，未来都可以全省各地甚至国外的好朋友都可以买到好吃的南投意面哦，等你家里煮来吃哦，真好吃。好，这个刘诗婷健走超健康，感谢。
这个吴梦勋他说万人健走要事先报名吗？这个不用事先报名了，到现场去就可以了。好，我们的魏英军人吗？好，还有陈立生、何妮云、陈荣崇、许苏立学，好，我们的会长哈，感谢你们林一七，感谢大家。游明学，哇，我们今天大家留言的非常踊跃，然后还有张欣怡分享，感谢我们许秀梅注意面节活动圆满成功，感谢，还有我们林明凯、林大哥、曾志全、吴梦勋，感谢。周伟健，希望人行道更友善，让行人走路更安心。对，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市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哦，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南投市的环境。哦，大家留言非常踊跃，刚今麦阿伟两料哈，斯大林、王小英、黄小竹了解路边停车规则，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哦。好，所以也希望你还没下线。好，庄宏国，明天组织参加意面节哈，感谢。感谢大家哈，张春玲用心的好市长，感谢你，谢谢阿姨。曾子涵、吴锦熙，好，感谢大家哈。接下来呢，这个大家拢真关心咱伫这路边停车，是讲停车钱收费的代志哈。所以咱今麦哈已经开过两场的地方说明会，明啊后礼拜阁会开第三场哦。咱希望顺利招标发包出去了，希望年底开始哦会使。顺利来执行吼，啊，目前咱的规划吼，为在下八点收费，甲暗时八点吼，一天收十二点钟，所以，把做咱的市民朋友，你也去上班吼，可能七八点回来了，可能收一点点啊钱，啊，第二天你七点外上班进前先走的，免阁收钱吼，所以咱希望吼，咱尤其咱南投市的市区，我常常讲吼，咱南投市的市区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所以伊的巷道啊，是讲咱的路况吼，拢。较以前过去可能日本时代的时阵吼，迄当阵无真侪车，所以路况拢较矮。啊，即摆车愈来愈侪了吼，就无法度吼，就变做路变真矮，所以咱来规划这停车的空间吼。啊，今日吼嘛有真侪咱的里长代表反映着讲，啊嘛有民众讲着讲，到时阵因家的车无位搭停，要安怎吼？我甲大家报告吼，因为这个代志愈来愈。嘛不是讲严重啦吼，这个问题咱来重视，因为我无记唔着吼，南投市，我会记南投市的这个车辆吼，最近有将近要四万台哦，啊，咱南投市的停车位吼，绝对无可能有遐侪，所以一定吼，除了咱这回吼，咱停车位收费吼，主要的地区是伫咱南投市中心吼，咱南投街啊，啊，较郊外的这些里吼，咱目前规划吼，未来会真紧来会停车价，唔过暂时无要收钱吼，因为咱主要嘛是希望讲，咱有扩较侪商业活动，也是讲菜市啊、市场，咱希望会使来南投市来消费，即个好朋友吼，有为他停吼，无你。现在的消费的习惯你也出来买一个东西你车位没哪停我相信大家就会选择来南投市的家买东西、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关讨论就说消费的这个标准、像我刚才说的目前的规划就是在下八点到暗时八点十二点钟每点钟收二十块再来、关于有关系就说这租月啊的吼，一个月租的租金偌济，接的部分吼，咱嘛过来规个经过来讨论了，来公布予大家知。啊，当然咱嘛参考着其他的乡镇，也是讲外县市，即卖收费的标准吼。啊，当然一定会比过去可能较贵一点嘛，因为过去吼，因为咱路边无收钱，所以咱鼓励大家甲车停去停车场，所以这停车场的这。租月啊，吼，诶，部分吼，一定是较优待。啊，未来咱开始路边停车收费了，吼，咱的停车位吼是愈来愈价值。所以咱的参考着其他县市的收费的标准，啊，嘛会予咱一个市民吼一个上便利，啊，佮负担得起的这个收费标准吼，咱就是希望每一个来个南投市，尤其来南投街啊，遮好朋友吼有停车位他停。啊，所以另外一部分吼。大家可能嘛要惯开始达到啊惯性哦，即卖有可能无一定车吼，都要停伫恁家门口口，还是讲车吼就停伫恁家边啊。即卖可能你都要停较远一点嘛，爱用行的吼，还是讲有脚踏车啥吼，大家爱
开始新的诶，这个生活习惯吼。啊，另外当然，咱嘛甲管政府配合，未来伫咱南投市会有更加侪立体停车场的新建吼。咱就是希望咱会使诶，更加进一步来解决停车的问题。啊，当然，阁有嘛有真侪朋友讲着讲这停阿多摆的问题吼。啊，我伫遮嘛先甲大家报告，目前的阶段吼，未有停阿多摆爱收钱的部分。啊，当然，伫咱菜市啊附近吼，阿多摆的停车空间，咱未来嘛阁甲来讨论，阁来规划，互更加侪咱遮好朋友吼，会使要去买菜的时阵吼，有这位摊停，不一定讲吼，一定爱甲阿多摆徛入去。啊，唔是徛入去咱菜市啊！我真侪朋友可能也无住伫南投市，都较唔知哦。咱南投市的菜市非常的特别吼，是伫咱一规条路的两边边吼，唔是过去咱较常看到的，就像咱头拄第一个部分甲大家讲哦，咱南投市的这个菜市啊市场内底吼，啊，唔过因为咱南投市较特别吼，大家拢甲摊摆，也是拢咱店家吼，拢伫规条路的这两边。好，所以咱未来吼嘛，希望讲会使扩较侪诶机车，还是讲汽车停车位啊。未来大家会使用行来买菜吼。好，即回吼，咱大应该讲即回诶，这个标准吼，把这你原本有停车格诶部分，咱会做停车收费；啊，原本无停车位诶所在，咱会找无大人诶所在吼。把这这也是公家机关，也是讲即。这边吼无大人，咱会优先来为这停车格，所以即摆把这领导门骹口无这个停车格吼，咱未伫这个第一阶段未去甲你划着停车格吼。啊，当然过来，尤其是有停车格要收费的这个部分吼，都要拜托咱的乡亲朋友、好朋友吼，一定要想办法吼去找着有停车位、停车格的所在去停吼。好，啊，过来即回吼，我嘛要甲大家报告吼，主要是咱希望会使提供咱市民朋友吼，方便停车以外嘛，方便立钱，所以咱未有用着这真人工去开单吼，咱会用上先进的这个停车诶，这智慧收费的这机器，啊，大家伫边啊看到这吼，因为这嘛是用诶咱即卖真流行的这个电池吼，充电桩吼。所以伊嘛袂去为着讲咱路里的公路，爱阁去接电线，拢袂。所以啊，这部分会主要甲菜地讲吼，无伫店家的面头前的这停车格。啊，另外头拄仔咱冇看到这个展示吼，这是地桩式吼，甲这个停车的计费机器吼，计时机器吼，甲放伫咱的路面。所以嘛袂产生着讲，咱面咱的门厝的门卡口吼，突然汹汹有一支物件。底下吼，不管是讲影响出入也好，还是影响到这个风水也好吼，所以咱有思考到这点。啊，另外吼，立钱嘛，不管是讲用这一体客，还是讲去这个便利商店立钱，还是讲直接用这 A P P 绑信用卡吼，等等，拢是好所有咱的市民朋友来讲，未来来使用咱南投市的停车格好朋友吼，上方便的这个立钱吼。啊，另外。咱过来嘛，推出咱南投市停车专属的这 A P P 吼。未来你也来个南投市啊，是讲咱好朋友吼，就知等来到厝的时阵，恁家附近可能无他停，你就随卡 A P P 拍开，你就知离上近的这停车位伫叨位吼。安尼嘛，免让大家塞车都一直塞，一直塞，公公塞塞，停车计找无啦吼。好，这个部分嘛，欢迎大家吼共同来关心咱。未来南投市的这个停车问题啦吼，啊，过来我阁甲大家回应一下啦吼。哎，话今咱啊所有的好朋友有任何问题，咱就来随时讨论。哟，头拄我讲个答，好，我们大家哈，我们的小编很认真的回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留言哈。好，感谢刘思婷，交通会更好，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的军国大哥好政策，对我们大家一起来推行。我们的师母哈，慧莲师母也上线观看，感谢。然后还有新阳，晚上好，感谢吴彩景，还有黄建峰，他帮我们 take 黄金凤嘛，好，感谢。还有黄建峰。征路边收费人员吗？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我们这次采用智慧型的收费方式，所以没有这个收费人员。好，这个蓝田书院外面停车也有收费吗？我记得是没有了，因为
好，这个还要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这个我们这一次这个停车格的规划哈、哦，就是八米以上哈、哦，就至少要八米以上，然后八米以上会画单边的这个停车格哈、哦。好，但是我们的这个彰南路上南投国小附近哈、哦，这个有停车空间，原本的停车格哈、哦，我们会办理收费。好。这个蔡玛丽使用者付费，对，感谢大家。林小轩好政策，感谢郑启静，感谢收看。还有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旁会收费吗？污水处理厂，这个要再确定一下。他应该是在讲那个信义街的两边哦，我记得应该是有啦。好，这个大家可以，我们会把那个三场的。这个说明会开完之后，我们会把那个相关的这个路段哈、哦，把它po上去给大家看。好，好，感谢大家，还有我们的 Poki 上线观看，感谢大家。好，接下来呢，最后还要再次来跟大家报告哦，大家众所期待，我们2023年的这个南投意面哦，即将展开，就在明天。哦，时间过好快哦！之前一直筹划，还想说还两三个月，一下子已经来到明天就要举办我们南投意面节哦，南投意面在明仔在高尾车站哦，这个拜六下昼四点半哦，到八点半，欢迎咱所有好朋友来到南投市的这个灯会的这个会场哦，会展中心，大家哈、哦、不见不散，感谢大家。然后呢，现场哦，我头拄讲哦，有免费1000万哦，1000万，啊，不过大家唔好。明仔看到我甲讲你食无饱吼，那是食这个口味吼，唔是要互你免费吃到饱啦。啊，当然你也食无饱，你嘛使去南投市的这个真侪间的这個意面摊吼去甲食，每一间拢有真特别的特色，所以每一间的情形拢无同，所以咱明仔嘛要举办另外一个这个游戏吼，就是我是意面王吼，要来选出吼比赛出。食对南投意面吼上了解，第一名吼再摕到1500块，第二名1000，第三名500。咱总共有三组吼，所以有三个第一名，有三个1500。好，欢迎大家吼，来参加咱南投意面节。好，然后呢，这个我们也要来跟大家报告，这一次可以公布吗？好，如果明天大家来得及吼。可以快点去吃这几间发现他们的特殊的特色、啊、当然你也平常时都有认真在吃，所以你一定会知道每一间的特色在哪里，所以明仔有有得意面、叶家意面、老地方、肉燥福，还有明天来吃不用钱，总共5间、哦、大家可以明仔趁后面比赛之前先去认识，好，所以大家可以明仔早上去试吃一下，晚上再来比赛。明天的摸彩活动呢，只要你现场有消费呢，就会拿到摸彩券。然后呢，最大奖是40寸的电视哈，明仔有三台灯饰哦。欢迎大家明仔来这个假幼咪谁牙七哈来参加我们的摊位，然后呢，这个还有参加我们的这个意面节，我是意面王的比赛。当然，明天呢，我们还有这个意面伴手礼的这个发布会哈，未来在我们的农会。很多地方我们就会来展示我们的南投意面伴手礼，好，以后吼，咱的南投市好朋友啊，要出国，还是讲咱真侪南投市的这个来南投市佚佗的这好朋友，常常问到咱南投市的市民讲，啊，咱南投市的特产是啥？以后你就使送这南投意面的伴手礼，给大家吼。啊，当然我们明天呢就会一起来公布给大家我们南投意面伴手礼。好。然后呢，这个有传统的这个童玩体验摊贩哦，来给大家免费玩，所以希望大家哈、哦，明仔在这老店酒老看哈、哦，阿母舅阿爸哈、哦，咱的爸爸妈妈带着咱的变细汉囡仔哈，还是阿公阿妈带细汉囡仔哈，共同来参悟。好，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呢，感谢大家，还有好几个，我们再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哈、哦。好。黄小竹他说靠近头上这边呢，这边也有齁、哦、啊，详细的地点我们接下来后续开完三场地方说明会之后会公布给大家，哪一条路段然后有几个停车位，在我们的图示上面都表现得非常清楚。当然这个在这个规划阶段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意见，那接下来大家也不用紧张齁、哦，
怕说啊，现在微弱了不是都不能改了啊，没啦齁，咱会继续来变动调整齁，把这话更加适合的所在，还是说咱会增加啊，也有可能把这话影响到出去吧，是说造成交通的不方便，咱也可以来减位齁，所以这个都可以来调整啊。头先我也有说齁，因为这没有牵涉到这电线的这个牵线齁，所以咱只要要来刷位都非常的方便齁，咱整机把整机的停车自费停车柱，还是说咱的地桩式的这个停车机器齁，直接把它拿起来就可以装来摆位啊齁，所以大家不用烦恼说啊，再来要变位是不是很麻烦啊。不过也拜托咱所有关心咱路边停车收费，还是说停车场收费的好朋友，大家要注意咱我的这个脸书齁，再来齁，后礼拜开了这说明会了，咱就来公布给大家知齁，每一个地点啊，每一个路段齁，啊有几个停车位都会公布齁。好，好，我们感谢谢云云，还有郑锦窟，我们郑董感谢，还有我们张大哥和张焕昌感谢我的直播，谢谢游明云感谢。好 ,Sandy, 这大家都非常期待哦。好，张义伟、林静威感谢大家，依君赖期待明天看到市长，好，大家不见不散，记得一定要来哦。好，我们吴孟勋健走在哪里集合？八点应该在我们的这个中心大会堂大操场那里哦。好，大家明天健走见，还有意面节见，早上八点可以参加健走，下午四点半可以参加我们的南投意面节。好，大家拜拜。